Hi, I just released a new Gradient Reader. It's called 廖天丁, The Robin Hood of Taiwan. It's based on a true story of a young Taiwanese man using his kung fu skills to steal from the rich and give to the poor. It's got brotherhood, intrigue, and romance, and it's written with only 500 unique characters. So if you're looking for a fun and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your Chinese, then check it out. Go to talktaiwanesemandarin.com/books and use the code podcast to get 10% off. Link in the show notes as well. Hello, 欢迎收听 Talk Taiwanese Mandarin, 我是 Abby。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乐观还是悲观？你是一个乐观的人还是悲观的人呢？乐观就是想法比较正面，比较会往好处想，比较不会去担心坏事的发生。那悲观就是你比较会去想到不好的那一面，觉得事情可能会往负面的那一方进行。那这只是大概的解释。今天我就找了我的朋友 Olga 来跟我聊聊这个话题。这一集其实已经是去年录的，我记得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在初二就去他家找他录，那拖了蛮久才发，因为剪这种聊天的一集啊，非常的累，花很多时间。不过终于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一集的内容。那我跟 Olga 聊着聊着就不小心聊得非常的深入，所以我觉得这一集还蛮有趣的，蛮精彩的。我们不只聊到了情感方面，还有职涯各种情况下乐观跟悲观的影响是怎么样。那我们就赶快开始这一集的节目吧。你觉得你是乐观还是悲观的人啊？这个问题好难哦。真的吗？你觉得我是乐观还是悲观呢？我觉得要讲别人好像有点难讲诶。你说，我说你看我这个人，你目前认识到的我还蛮好奇的，你觉得我看起来乐观还是悲观？看起来，还是说以我目前听你讲话？对，就是以你目前对我这个人的了解。好像还蛮中性的耶，好像没有到特别乐观，好像也没有到特别悲观。我也是这样觉得，就是我觉得是看事情诶，就是但是你说如果真的是偏向哪一个，我觉得会尽量的乐观一点去想事情啦，如果硬要说的话。那你觉得我是乐观还是悲观？我觉得是乐观诶。啊，你觉得我是乐观？怎么说？就是我觉得乐观会有个特质，就是会很比较可以放得下。你觉得我比较放得下是不是？对对，比较放得下，因为放不下才会一直去想说最坏的可能是什么，最坏的可能是什么，然后会很担心说啊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然后会很担心自己遇到不好，所以会想要去防范这些事情。那如果你很放得下的话，这就不会是你的烦恼哦。所以你说的放得下反而是说对于现在跟未来。我以为你是说对过去感情什么之类的。对过去，哎，那种事情也不是说想放下就放下的啦。所以你意思是说，我在可能我们在聊天谈论现在或是未来的时候，我比较不会去想到一些，比较不会去担心一些需要防范的东西，是这样吗？应该是说相对的比重没有那么高，就担心的比重没有那么高啊。我的确好像比较没有这么担忧一些未来的位置。对啊，所以你没有发现我们都没有在讲说什么啊，你做这个决定如果之后怎样怎样会怎么办，我们好像没有这种话题，对不对？好像是哦。那你呢？你会烦恼吗？的确我们比起来好像你会比较烦恼一点点。对，有时候会就是想说是不是要再多想一点，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的个性的话，应该从小到大应该都算是悲观的人，就是我都会想说最坏的可能是什么，就是有没有什么最糟糕的，因为我确定我想清楚最糟糕的东西之后，
那什么事情都不糟糕的，因为那个状态是已经是我可以接受的了。可是这个算是乐观或是悲观吗？我觉得是这个角度来说是悲观，因为我第一想事情第一个角度是想它坏的可能。嗯，这感觉是谨慎耶，这个算是一定算是悲观吗？我觉得比较偏向悲观吧，因为你会想要去从事一件事情，不是因为它最坏的状况你可以接受，是因为你想去做这件事情，它可能让你有什么你觉得快乐的事情。但我第一件事情不是想说它可能会怎么样让我快乐，我想的事情是它不会让我更难过了，那去做没有关系。哇，那真的很不一样耶。我的话好像的确是想说，诶，这个可以达到我什么样的一个满足或需求。对，哇，诶，这个蛮有趣的。我刚刚问你，你觉得是乐观悲观，你说难。很难。对，可是我问我自己的话，好像也很难讲，诶，我会觉得好像也要看情况。我要来感谢一下一直以来在 Patreon 上面支持我的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长期以来一直的支持，才可以让我继续的做这个节目。那特别感谢两位最近加入的听众朋友 Frederick Stepan， 这两个名字对我来说都蛮有挑战的，希望我有念对。那如果你也想要赞助我继续做更多节目的话，欢迎你加入我的 Patreon， 在 Patreon 也可以下载到每一集的 transcript 还有 audio files，在 show notes 可以找到这个 link。 那我们就回到这一集的节目吧。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好了，好，一个情况句。 OK， 如果你今天交了一个男女朋友，交了一个伴侣，那你会常常去想到不好的事情吗？在这方面你觉得你是乐观还是悲观？哦，这个我觉得是我会乐观的。因为伴侣这个事情就已经不是我能控制的，因为他要不要持续的喜欢我，我完全无法控制。所以你也不会去烦恼，不会去想这些东西。因为烦恼没有用，因为这个完全烦恼没有用，这完全是伤害自己。所以我再怎么样只能选择乐观，就是等于说我没有办法有悲观这个选项了。嗯，没有意义啊。这蛮有趣的。那你会想说，会不会很快就因为什么事情分开，或是说未来会遇到什么困难而分开？因为你刚刚说什么事情都会先想到最坏的打算，那感情呢？感情会，我的最坏的打算就是我不会去想说什么时候分开，因为我觉得分开也会是一个自然而然它最后的结果，所以对我来讲说就是去进入这段感情，我从来没有想过它要非常的多长或怎么样，或是他要有一个什么样特定的结果，而是我想要跟这个人很深入的相处。那我的悲观比较是，如果我跟他很难建立沟通的桥梁的时候该怎么办？这是我在想的时候会想的事情，就是我到底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跟他建立一个更有效的沟通的桥梁？如果一直都没有办法建立的话，是不是我们就要去做一个协议，要去分开来，然后要去做一些割舍，然后这个过程当然自己也是会觉得不舒服，那我可以承受的不舒服到什么程度，这就是我在感情里面悲观的想法。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说可以跟这个人在一起多久，因为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题目。嗯， OK， 像你前阵子刚刚转换跑道，刚刚换工作，那我这个人其实可能也是前一两年刚转换工作类型跑道，所以在做我们这个职涯方面重要的决定的时候，你觉得你比较我会非常悲观，我会想说我会不会刚工作没有多久我就被之前就是我在还没有踏入这间公司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到底我能够帮这个公司去成立什么，因为我现在都还是在帮别人工作嘛，所以我第一个想就是我到底可以帮别人成立什么事情，我到底有没有办法去做到我的期许，那他们给我的评分条件又会是什么，我就会在这个地方想比较多，然后会给自己蛮大的压力，就会觉得说如果我在某一个特定时间我没有
我自己期望当中的产出，那它是不是就会是一个很糟糕，我是不是可能就会面临一些就是我不想要发生的状态，我可能会没有收入或是怎么样，我就会去想这些东西，然后会算是比较悲观的去想这个方面。那乐观的人会怎么样？都想到好的东西吗？我觉得乐观的人会比较容易就是说就是先做了再说，而且会觉得说哪有可能就这样子没工作，不可能。然后他说以这个市场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这你想的这个东西几率太低了，大部分的几率不是这样子，而且就是也会觉得说以目前的这样的状态说自己值得更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自己真的蛮需要调整，就是相信自己没有那么糟糕，也可以值得更多。因为乐观的人我发现他们其实在工作上面其实最后得到的报酬其实是相对比较高的。照你这样来说，你觉得乐观的人会是比较有自信吗？应该是说比较相信自己，有一部分是，另外一部分是会更相信就是自己是比较幸运，然后对，就是不会去刁钻说那个几率很小的失败，然后或是很糟的状况。Oh, OK, 所以倒不一定说是悲观的人比较没自信，只是他觉得有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幸运。对，嗯哼，会用一些很刁钻的一些情况就去为难自己。嗯，那我想一下我的当时的想法好了。当时决定要不要做这个转换跑道，我是做这个 podcast。哇，我当初一定是想到说，欸，为什么会想要做？就觉得啊，这个可以让我觉得怎样快乐，或是帮助到什么样的人，吧吧吧，真的是乐观那一面。可是也会烦恼到一些问题啊，想说，欸，这个要投入很多时间。然后会不会我做很久也没有什么成绩，然后就还是很穷。这个我也有想到，也没有完全的就这么乐观。可是我最后衡量一下说，哦，就算真的没有什么成绩，但是它可以带给我的快乐跟好处，我觉得还是可以 OK, 还是可以试一下。所以还是去做了，那这样算是乐观？我觉得算是乐观的。我现在其实也是朝你的这个方向前进诶，哦，就是。因为你这样算乐观了。我觉得算乐观的，嗯。好。在我还没有朝向你这样的状态前进的时候，我在想象的事情是我不敢改变，就是啊，欸，如果我这个东西我没有到达某一个像你说的就是他没有成，然后一样穷怎么办，我会变得很穷。那我现在其实也没有赚到钱，可是他会变得穷，他会变得更向下，嗯哼，然后我觉得好害怕哦，就是那个想法是觉得说那先不要，就变成说你很多事情你不敢尝试，就是那个状态会是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停滞，就是你不相信自己足够幸运，你不相信自己做得到。嗯，对，是哇，好有趣。我刚刚想到这个主题，我想说大家都轻松聊聊，但是这样聊下来我觉得它牵扯到的层面还蛮多的。对，啊，我就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元的这么简单就是可以去判断的事情。对，而且这个乐观悲观也会牵扯到说你对于一件事情勇敢去尝试的程度，就是你的执行力还有行动力的确是有差，欸，因为我虽然不太确定我自己是乐观悲观，但是我一直都知道自己的行动力还蛮强的，就是想到什么事情会去做，不一定会维持很久，但是会先去做。虽然原来这样是有乐观的成分，我觉得还是跟一开始讲的一样，就是我觉得乐观其实是放得下，欸，就是在感情里面我觉得我比较算是能放得下，就是我不会觉得哦，我跟这个人没有办法长久相处，或是啊，他不爱我了，哦，怎么样吗？对对，对我来讲就是，或是我付出很多，可是哦，那怎么样吗？就是，我好像觉得好像还好，欸，所以我就觉得说，欸，可以啊，我可以再去试试看，不同的可能性，我是不是有机会能够沟通？不能就算了。可是对于工作，我可能就会比较执着，就是不行，欸，会变穷，欸，怎么办？我好害怕。就是我的想法是这样，oh. 可是你可能跟我不太一样。工作上面你就觉得哦，反正都一样穷啊，那就试试看。对，就是放得下的程度不一样，欸，我觉得好像是这样。感情这方面哦，我想一下哦，
的确是说再去例如说踏入一段关系之前会担心，但是如果对于过去的感情我还蛮放得下的。所以呢你也很快吗？过去感情生气的部分放不太下。跟我一样。对，就是那种如果是有一些生气的，就是那个生气其实是就是自己觉得说啊我当初怎么会选择了一个让自己不开心的这种决定，做这样的决定，然后会是这种生气。可是你说对于这种情感还有没有，就是如果你真的决定要离开一段关系，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好放不下，因为你已经做决定了不是吗？对，我那这方面我们可能也比较对啊，可以快速斩断。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应该不多。对，其实很多人，我认识好多朋友都是那个算什么纠结，就是会觉得说可是这个状况到底是不是到底要再、yeah. 要不要再前进，还是要再怎么样，还是说我们已经讲好要结束了，可是又不想结束或是什么，就是有很多很莫名其妙的一些问题，然后就会把一些很枝微末节的一些行为表现拿出来，就是一直不断的 review 一直讨论什么的。对，是吧是吧，身边的人很多都是这样。对，或者是说一直放不下过去的某一个人，然后对我来说想说你也太夸张了。对，可是这个可能就不一样。那回到乐观悲观，可能就是说对于这个感情他还没有想要尝试这个，他敢不敢去尝试，我觉得是他敢不敢去尝试。就是假设今天你做一个决定，你决定要跟你的伴侣去讲你最真实心里面的话，但是你知道说的这个东西他可能不会开心，那你会不会去说？我觉得这跟乐观悲观就有关系吧。你是说乐观的人就比较敢讲？对，就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现在的感情，但是不讲的话，这个关系就会是一个停滞，然后会没有成长的，所以他必须要找一个方法去沟通这件事情。所以乐观的人就会觉得说就算因为讲了发现两个人观念不一样，价值观不同，然后有可能会面临一个关系破局的状况，可是他也是会想说不行，他的底线在这里或者是怎么样，他还是会去讲。我觉得乐观的人比较容易放得下，就是说我就去讲。可是我觉得对于感情比较悲观的人是他会觉得哇我做这个决定我要离开这个人，那他没有办法马上做这样的决定，他没有办法离开，然后他就会在这个关系里面，可是这个关系不是健康的，所以他会一直不断的去想到那我会不会做下一件事情也是会危害到我跟他现在的关系，现在已经很脆弱了，我要怎么样去保护这个关系，然后就会去想很多。这个好像就会比较委屈自己，或者是去那个容忍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会耶，可是多少就是如果你今天在一个比较悲观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不容忍的话，那我自己的日子也没过得好，逃到哪里去，那就觉得说、okay. 好像要将就还是怎么样，就是他如果不好我也不会好的这种，就是把自己跟对方绑在一起。天哪，是吧？会原来是这样。我完全不会这样。我才不要将就。我觉得说到乐观悲观，我觉得不管在职涯方面也好，或是不同的关系也好，感情也好，我也会想到一些最不好的状况。对，也是会怕，但是我觉得我最后还是会选择去勇敢去面对嘛。那我觉得应该说我们其实是还蛮接近的，可是因为这一次的聊天，这次的对话比较长，那我整个听下来觉得都蛮有趣的，所以我决定把这个对话保留的比较完整，没有剪非常多，我把它剪成上集跟下集。那下集我们会聊得更深入，真的是聊到心理层面去了，记得下个礼拜要回来听哦。那今天就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拜拜。